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个在做雷切很好用的一个网站，那它是一个盒子产生器啊 ，Maker Case。那要到这个网站，你可以直接用 Google 浏览器打开，用 Google 直接打 Maker Case M A K E R C A S E， 那或者是到老师的网站啊，老师的网站右手边。这边第二个大栏位，这里会有一个盒子产生器。好，那进来呢，会到这一个地方。那它目前提供三个种类的盒子哈，第一个是方形的盒子，基本款；第二个是多边形的盒子；第三种是有圆角的盒子哈，圆角的盒子。那这个部分比较特别哈，它会有一些特殊的设计的纹路，会让你的木板可以做转弯的动作。好，那这样的应用蛮广的哈，就是其实我们盒子基础型的盒子可以不用再画哈，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存钱筒，好，这个基本上都是用圆角盒子或是用立方体基本型的盒子。都可以处理，多边形的也可以，或者是我们在做雷切小夜灯的时候，下方的这一个好用来装 LED 跟电池的一个盒子，这个部分也都可以用这个来处理，然后包括一些放东西的藏宝盒啊，好，甚至铅笔盒、宝物盒哈，这些都可以用。这个盒子产生器来做基础的盒子的产生，再去做变形变换。好，那么就请各位到这一个网站，啊，在 Google 上面打 Maker Case，进到这一个网站。我们现在用基础的这个盒子呢来做一个说明哈。那其他两个类型的盒子操作是差不多的哈。好，那请你点开。啊，假设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存钱筒，那我们需要一个基础的盒子哈，立体盒子，所以我们直接选 basic，啊，基础型的盒子。那选进来之后呢，这里呢，啊，我们把单位切换成公里哈，单位切换成公里，那它就会把这个所有的单位转换成 millimeter。那公里呢，就是0.1公分，好，0.1公分。好，那中间这个盒子。这个预览的地方，你可以用滑鼠的滚轮往前往后，也可以用左键去旋转角度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。如果说我们今天做这个盒子是要拿来做存钱筒，那我高度就给它，比如说宽度就100，宽度就是这个左右哈，左右的宽度。好，那我就直接给100。那高度是指上下。好，上下，那假设我是5公分，啊，就50。那深度呢？我给它80啊，60好了，60好了，就是6公分哈。好，那它就会做成一个这样长的扁的盒子。好，那这边宽度是100，那深度呢是60，高度是50，啊，就是10公分乘5公分乘6公分的一个盒子哈。然后接下来的选项呢是内侧或外侧，那这个指的是你在量那个长度的时候是量里面还是量外面？那什么时候会用到哈？如果你这个盒子是要拿来装拿来比如说做 Arduino 或什么基板的外包装的外壳，那你的基板会放在里面，所以我们在量那个基板的时候呢，量的是基板的外壳。外面的大小，可是你这个盒子就要选的是内侧，就是至少那个东西要能够放得进去，所以我们那时候会选择用内侧。那这时候的10×5×6指的是里面的空间，里面的空间。那如果你是一个外观件，那我们就是量外面，就外面的大小，实际的大小就好，一般是用外面的。外侧的大小，然后呢，材质的厚度呢，就是你的木材，老师给你的木板的厚度。那一般老师会给你3 mm 的断木板，
好，所以这边就请你选择 3mm。好，那如果你们有其他厚度的话，这里可以自己输入哈。好，然后有盖或无盖，这里可以选。哦，如果你选无盖的时候，它还可以做这个，比如说置物盒，做笔筒。好，那有盖呢，就是它会多给你一个盖子哈。好，那这边比较重要的是这个边缘接合的类型。那边缘接合类型指的是这个地方哈，就这些边边连接的地方。如果你是平接面，那它就会直接切这6块板子给你。那你到时候要把这个盒子粘起来，要靠那个白胶或者其他的粘着剂。好，那通常我们会习惯用这一个纸接的榫接啊，就是榫接，就是板子它在切的时候，它会帮你画这个凹凹凸凸的榫。那你只要把两片像积木一样叠在一起，它基本上就会就比较容易能够粘在一起哈，能够合在一起，像积木一样。那这时候你也当然可以再加那个胶水，去把它做固定哈。那另外这个 T 字槽哈，比较特别是这个 T 字槽的用法是，它是需要用螺丝好跟螺母去做连接的，也就是说，你可以把这个地方啊，我们稍微。好，这边呢会那个你要去买那个长螺丝，哦，从这边穿进来，然后这边就要放螺母，哦，所以螺丝会穿过螺母，透过螺丝跟螺母，把这个木板这两片木板把它夹紧，好，所以如果你是需要用这种锁螺丝的方式去固定的话，就会用 T 字槽，好，所以如果你用 T 字槽，这下面还要选择。你是用什么样的螺丝啊？然后多长的？它会帮你做调整啊。所以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榫接哈，榫接。那你用榫接的时候呢，这边可以调整那个榫的宽度啊。所以如果你的榫小一点，它就会多做几个。那我们会建议哈，就是让榫稍微密一点啊，但是也不要太小。哦，不要太小，太小的话就是你还没有接合之前，容易不小心把它碰断哈。啊，所以大概你看要多宽多大，自己稍微调一下，好，稍微调一下。好，那这样子呢，基本上一个盒子的设定就设定完成。那设定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就会点选下载箱子蓝图。